是时候做点改变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东。今年2023年，我决定乱入别人的车行当跟班。老观众应该都知道，我从事二手车买卖已经十几年，但是一直没有自己开店，因为我这个人不懂得赚钱。我这个频道开了3年，没工商，没开会员，没有收抖内，你觉得我开店会赚钱吗？所以呢，我还是去别人的车行当个跟班，好好的学习一下怎么经营二手车行。今年我要乱入的店家是位在台南新营的台新汽车。老板小林跟我一样，十几年前在 PTT 打拼，那他们家每天进出的车辆非常的惊人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透过他们这间店每天的工作内容，分享更多元的汽车买卖情报以及资讯。之后这一系列的内容标题就叫做大老板老跟班。不过我们家小林呢，对这一个标题非常有意见，他说应该要叫帅老板老跟班。你们等一下自己看在留言板告诉我，你们觉得他帅不帅，好不好？我跟小林明明就差没几岁，为什么他看起来像30，我看起来像50？我这次去练习拍摄3天，融入他们的生活。我这个频道呢，向来以分享真实经历为主，影片的内容都不是 say 好的，大家都知道嘛，我向来都不是为了流量而生，我都是希望可以做到资讯的对称。不多废话，我也该出发了。老板早，那个技师在帮你看你的凯宴酷贝。是啊。会不会紧张？不会啊。不会紧张？不会。这车子又不是你看的。对。哎呀，好适合你的气质啊！头也去梳一下。刚刚去交回来的，来看一下。刚刚交回来了。对啊。哎，有没有看车？就是正在研究中。啊！销毁。同行帮我交回来的。莫非你是那个钱先给车来再说的那位？如果说，早上你在福州，好呀，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偶包啊？我问你哦，好，如果说查验出来有问题的话，你要跟同行怎么处理？很简单啊，同行行规就是，要么折给我，要么退车啊。是哦，看到他就对客人了、啊。是是是是，我做了这样应该12年了啊，垃圾的同行都淘汰掉了，留下来的都是不错的同行。所以早期也吃了不少亏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的，没错。我怎么一直觉得你的板都是凯宴酷贝在刷板？有漂亮的我就买了。你这个月卖了几台？我近期卖了应该有4台。你是在卖白菜是不是？这么好卖哦！它在市场上真的是很热门、啊。是是是，那这一台是什么年份跑多少？这台是4台里面跑最多的，19年跑71000。嗯，像这种比较高端的车子跑多，价差好像很大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以19年正常来说，如果跑40000公里，跟这个跑70000的价差应该20万，差这么多。差3万公里就要差20万，我觉得一定有。跑70000多还可以全车原漆，真的蛮屌。有在顾，可能技术也不错。对，好，但是门边有2个小酒窝。对，你要不要破坏它的原漆？我如果以我的话，我是会考啊。但是，因为我觉得客人更在意美观啊，或者可能我又再折中一下，先不考，留给下一个客人看。他觉得他非常非常非常在意原漆，那我们就不考，我们用那个凹痕修复的方式跟他沟通。以你的经验，像这种高端的车子，对，原不原漆，差那2片会不会差钱？我说实话，如果以凯宴酷配来说，还不会差，因为新车好像也要等，对不对？对，也是缺车嘛。对，好，你这台19的有选哪些东西？因为它凯宴酷配它原本的标配就不错，一些计时套件、那个增压旋钮跟全景天窗这些大项的都有了，所以他选的也不太多。一般其实大部分都没有选了，因为他就刚好在369那个奢侈税的上限门槛那边、选上去就要再加，对，一选就破奢侈税。对
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到台湾才另外加的。他到台湾另外加的有盲点侦测、自动吸门，是。哦，有自动吸门哦。哦，有，好像蛮重要的。对啊，蛮重要的。因为蛮多客人来买的时候都问我们这个功能，我自己觉得还好啦。那可能有小孩或长辈就会需要这个功能，我觉得。哦，我觉得单纯就是一帅，对 对, 對，屌。也是啊，所以这台车如果以实际售价来说，它应该是选破400。如果加它选配，会差不多应该是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二手价现在开价多少？会开328。哇，超保值的，超级保值。我们因为我说卖四台嘛，就是近一个月了。2021那台就是卖新车价。啊，新车我有卖一台全新的，我年初的时候订的。那台的话是加价卖，对，加价，不好意思说加多少，你可以上网去看，网络上加比我多的比比皆是，一大堆。哇哦，很多人都加20万以上啊，重点是都还卖得掉，因为会有人愿意花那20万去省一年的时间等车的时间。那各位朋友，那个有钱人的世界我不太能理解啦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去看福特好了。客人要车换车哦，13的，对，13的 Vios， 好，11万，毕竟是做工程的，对啊，所以外观内装上比较多头混，怎么办？需要整理一下，卖我啦！我真的觉得这台 Vios 草皮人工草皮地板真的是超屌的，我想要推荐一下我们家谢老板换一下，野球男儿有没有？每天保持那个草皮上面的脚感。老板，你那台 Focus 好新哦！哦，对啊，21的跑9000。然后刚刚专家说整车源车没有问题，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车为什么这么新就卖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客人为什么会买？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因为其实我们店都做比较新的车，以前都会觉得，然后可能客人这么新车还那么好就要卖了，做的时候才发现真的很多原因会让他们很新就卖了。像这个客人就是空间他觉得太小。就买了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啊，不是因为21的跑9000，全车源都没有白。对，你要卖多少钱？开价会开798。啊，现在不是九几吗？你这个应该会秒杀了吧？我觉得会啊，跑千的几乎都会秒杀，因为可遇不可求。是是。已经忙一整天了嘞，刚开始而已。我们现在又要出门了。对啊，没错。哦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要去买车。买什么车？买一台18的 NX300H。小改款。刚刚不是才买一台 IS300H 吗？有漂亮的车，有得买就买啊。因为我们有挑车买，没有那么容易买到车，所以合适的物件出现，我就会把握住。哦，是。哎，我说实在话哦。对。NX 的话，好像是200T 比较值钱，对不对？在几年前真的是这样，但是在今年特别明显，油电车涨价了、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要买的人真的变多了，很明显，非常明显。可是之前我们的观念就是，不管 IS 还是 NX 还是 RX， 200T 一定都比较好价，而且好很好卖。在今年之前，就是你说的这样子，真的。嗯，都快得贵。300H 你在市场很少看到，尤其在17、18小改款后有跟车的版本。几乎你遇不到，因为买的人太少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这一台是有跟车的版本，有跟车的版本，全速域的。18年还不是全速，半套，但是对，但全速域只需要花5000块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升级完成了。哦，我请扣都会塞啊，1万块以内啦。哎呀，我们认真说啦，18的 NX300H 有跟车的，对，一般我们开价大概多少？我说实话，我还没有做功课。是哦，但是应该是13多，这样子。13多有什么同级车可以买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以这个来说的话是没有的。好的，我们就很顺利的把这台 NX300H 对拉回家了。是的，来请我们老板跟我们大家基本介绍一下这台车。就是18年出厂的、啊，然后是一手车 V
原版件跑36000公里都在原厂保养哦。然后我自己觉得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因为以前你都在那个网络上看到有一些车子上面有贴标签啊，它使用功能上，在那使用功能上面，我第一次看到实车上面有贴的。你说的是中文化吧？中文化，对对对，没错，我真的第一次看到，超神奇的。哎，那这个车主阿北嘛，对不对？阿北对，他后来换什么车？他一样换新，他换新的 N 叉。哦，对，新的 N 叉已经开卖了。开卖蛮久了，只是交车很慢，所以你在路上都没看到。交期要等一年左右。刚刚我听你们在聊天啊，对，真的就像你讲的，现在油电的 Lexus 真的很热，问的人很多。真的这一年特别明显，在今年以前，油电的 Lexus 其实是冷冷的，只有特定那一小撮族群在买而已。但我不知道是因为，我不知道跟电车有没有关系，但是今年特别明显。N X300H、IS300H 都涨价，我觉得是这样啦。对，因为涡轮的进不来了嘛。啊，对，也有可能啊。然后再来是油电要等嘛，还有涨价嘛。对，真的真的要等，没错。是啊，所以我觉得那反正都买不到，然后涡轮的二手车又贵到一个夸张。所以很多人觉得说，反正我就要买 Lexus， 我就直接买油电的就好了。还有一点，我是觉得应该大家越来越懂油电车了。以前大家听到油电就觉得啊，这大电池好贵，我不要碰好了。对，真的好多人都喜欢问电池换了没。其实这个电池现在一颗才5-6万块而已，重点是以前只有保固4年，现在总共保固8年16万公里，就不用怕了，真的不用怕。你这台2018的也才4年车，对，没错，你开4年没烦恼，然后卖又有价。而且这个电池只会越来越便宜，所以4年后过保了，电池已经从5-6万变成2-3万了，都有可能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啊，这台车内装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，我超级在意内装气氛。对，因为这种高级车内装气氛不好，我连买我都不想买，再便宜我都不想买，我也不要，真的。那内装真的很花钱，对，很恐怖。贺秒杀，秒杀了！我靠，真的是！好，大家晚上我们去吃饭啊。啊，车漂亮就是这样子啊。哎，我真的可以吃饭呢。现在晚上几点啊？妈呀，真的很拼啊，工作机器人。听说他们连麻辣锅都有点甜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猪肉有什么好拍的？神经病啊！甜的吗？还是不够辣。我终于抓到他说话。你终于有不老实了。我试一下，我很久没有来了。不会啊，哪有甜？不要污蔑台南人好不好？你是不是在污蔑台南人？我试一下。老板说豆腐很好吃。对，我觉得不错啊。豆腐。就是豆腐，好吧，好吧，麻辣锅最重要的就是鸭血，好吧，这个鸭血看起来气口分布的还不错，卤的有入味了，但口感就很鸭血。但是它的麻辣汤不是甜的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很在意，因为我很想要试试看什么汤真的是甜的麻辣汤。有点甜啊，看我又一秒变废片。本来标题要下甜的麻辣锅。